赛罗哥哥，这个送给你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小朋友。迪迦哥哥，赛罗他拿木棍打我头都打破了。赛罗，你怎么可以欺负小朋友呢？小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诬陷我？迪迦哥哥，他还想来打我，我怕。赛罗，你真的是太过分了！我要将你逐出公子国！住手！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干的。鱼头怪，你为什么要诬陷赛罗？鱼头怪真的是这样吗？滚啊！既然被你们发现了，那我就告诉你吧，我就是讨厌你这个没人喜欢的笑话。不，不会的，我现在就证明给你看，我不是个笑话，绝对不是。那你倒是证明给我看啊！我一定会证明自己的。粉丝们，你们愿意相信赛罗哥哥吗？赛罗哥哥，送给你一个礼物。啊，小朋友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迪迦哥哥，赛罗他抢我的玩具还打我的脸。啊，赛罗，你也太过分了吧。不，我没有。没有？你当我眼瞎吗？比利亚，你不相信我吗？滚，给我走开，你这个肮脏的东西。多雷基亚，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了吗？我相信你这个小偷吗？没人喜欢的废物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就是不相信我？为什么？你们给我走开啊！你们宁愿相信那个鱼头怪，也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为什么？粉丝们，你们相信赛罗哥哥吗？我挡我的腿。啊，多雷基亚，你把赛罗踢倒了。维利亚，我是故意的。行了，我们快过去看一下。好疼啊，赛罗，你没事吧？腿有点痛啊。赛罗，你还能坚持吗？为了足球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。好，赛罗，你是好样的。那你在这里接我去那边了哈。维利亚，你去吧，我撑得住。喂，这一次我一定要坚持到底。贝利亚，你放马过来吧。贝利亚，没想到赛罗竟然还能够坚持，这次我要给他好看。等等，托雷基亚，这次让我亲自动手，我要让赛罗爬不起来。贝利亚飞踢。哎呀，我的腿，我的腿好像断了。我该怎么办啊？啊，赛罗你没事吧？贝利亚，我的腿好痛啊。啊，让我看看是这里吗？赛罗啊，动不动了。啊，贝利亚你干嘛？我的腿被你踩断了。痛死我了。哈哈，赛罗，你这个没人喜欢的废物，我今天就是故意折磨你的。哈哈哈，你已经回不了家了。贝利亚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的脚现在是要来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好痛啊！粉丝们，你们能够帮帮赛罗吗？